欢迎。嗨，风叔好，跟妈妈、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。来，你看看桌上有没有澎湃？今年过年那么早，二月初就过年了。真的哎。对啊，现在要开始做准备。虽然我现在已经先订购一组这个型男大主厨的年菜组。蹄膀推口，佛跳墙，还有米糕，这三样都很难。都不好走，花时间 对，因为今麦咱过年哦，妈妈拢喜欢较轻松。可是没有这种感觉，又不像过年。所以现在大家就流行啊，我买扁的，麻烦的你来做，简单的我来做，对，凑起来就一桌。你现在这是真正的包皮呢？对啊，这不是那种什么莫名的螺肉包呢？对，不是螺肉片。而且顶边这款还蛮好吃。所以我现在因为要过年了，除了这四道之外哦，我可能还需要几道菜，至少多个两道啊，这样多起来。你不能只有炒青菜啊，那个不像啊，主要有像年菜的菜，然后是可以看起来很厉害，但做起来很简单。看起来很厉害，做起来很简单。然后就是我们就可以教妈妈朋友们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买几道，像这个我就买了四个，很难的。对，花时间的三小时，那我们可以出个，比如两道、三道，哦，就可以一桌一家人吃。对，好，好，那来几款买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小周师傅来帮我想的第一道看起来厉害，其实一点都不厉害的菜是什么？今天呢，我来第一道啊，让用芋头来做料理。芋头，好哎。菜名叫做哈，芋来芋好节节高。芋来芋好节节高，也就是愈来愈好啊，芋仔嘛。啊，越来越好，哎呀，越来越好、啊，好哎。以前哦，过年哦，你干这边哦，干藕啊，它就是好的淀粉，纤维质又多。先把芋头哦，这几两，那抓枪。生的吗？生的，好。那这是五香粉。哦，今天这个做法哦，它这个出来那个啊，很香，然后那个很绵。哦，啊，这金赞，这是黑胡椒。对，我们首先要给它香气。香味。嘿，妈妈哦，咱在拌这些藕签的时阵哦，上重要是大爱先啃。大海鲜肯，这是大的，你看，对，而且还自己含鸡粉，哎，来哦，这是糖，我们糖盐都各一小匙，好，就是愈来愈好，对，好啊，先拌匀，先趁这个哈，它还很打伤的时候把它拌匀，好，咱多少不是得鸡汤有啊？对，那就说真的，你说鸡汤啊好喝，可是你知道鸡汤最烦恼是什么？喝不完都还有你过来再过来疼啊！哦，嘿，鸡吧。哦，鸡胸肉，对。想的，因为它的好的味道都已经到汤里面去了，对，人家炖很久了，对。哦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一样有方法解决它。好，来这边好了之后，这边还再加一点水。好，加水。嘿，因为加水哈也较凉，我们要增加它粘性啊，不用多，你大概50-100就可以了。哦，差不多你。好，这里都是越来越好啊，哦。嗯。撸来撸后，好了，反正安尼妈你看，妈妈你看吼，安尼有黏黏不？有软软的。对，伊就安尼会夹到顶啊。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用内馅。内馅还有内馅？嘿，这种哎，这内馅是什么呢？来，我刚刚说鸡汤最烦恼是什么？哦，鸡胸肉。给嘛。哦。哇，那个哦，那个妈妈，我这个因为哦，我觉得鸡胸肉会让人家很困扰，所以我把它先拿下来。拆下来了。给推吧，或者你老家，给鸡或者老家。啊、不然你到时候鸡胸肉在里面一直煮啊，越来越柴，不然会加，很怕剩，所以呢，我把它拿出来。但是呢，要怎么变好吃呢？怎么变好吃呢？来，这什么油焖笋哦？因为要罐头，罐头一种的啊，玉笋啊，笋啊，它就节节高啊，节节高哦，笋子就是节节高。丢，来，好，来点鸡胸吧。好，鸡胸吧。这看你要用一瓶还是半瓶拢会使，拢会使吼。它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芋笋。我跟你讲，它这个啊，有油，它又脆，然后你把它 mix 在一起之后，两个你就觉得哇，它变得很刷嘴了。它就再也不会让你有味道。对，你就不会觉得说啊，你就拍一家不好吃。好。而且它筋筋的也很喜气。它怎么包到里面啊？这个真的很简单。但多你有讲啊，这菜一定要看起来就厉害，不过就简单嘞。对，目前为止都不难。很简单，就拌一拌而已啊。刷签，对呀、啊。撒粉 ，OK 啊。对呀、啊。鸡胸肉拆丝没问题。来，出来好了，让请传姐姐。罐头打开我也会。对。那请放心，小周师教的都是没有什么技术难度。不然就帮妈妈想好了啦。哦。这是那烘焙纸。对。来，出来让我们开始组合它，怎么组合？另外啊，我们先拿一部分哦，看看趣味。嗯。你就把它摊平。怕对。好，所以咧，就加一些。
包中间。要把它包起来吗？包成一碗吗？丢啊！啊？然后这样。是哦。然后啊，你就稍微用手搓一下，安、哦、尼，细节细节。哦哦哦。哎、欸，真的就一坨嘞。啊，就可以。这个哦，到时候客人来之后去切开，哎，一人一份这样。哦。有没有？然后人家吃到里面，哎呦，今天那家伙家，哎、欸，对对对。花骨椒汤哎。哦，好。有没有？是不是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很厉害？可是没有吃过。哎。对，可是因为要手工的感觉，就会觉得好像搞缸啊。对对对。对不对？可是其实还好。对。然后这个鸡胸肉呢，它也那个找到了归宿啊，不会浪费。对啊，不然说真的，以前我家过年那个鸡胸肉，真的是努力把它吃下去。对，全部卖怕剩。那这边不过这边提醒妈妈，就是你的蒸盘哦，你最好是找那种铁的。一些菜其实你也是用，我试过用瓷的，结果热度上不去，哦，结果没有蒸不熟。哦，哎。而且它这个玉笋哦，一般都会咸咸的，辣辣的，嘿啊酸酸，对啊，其实它跟芋头这种淀粉 ，baby 耶，你就想嘛，我们在吃玉笋的时候都是配什么？玉笋稀饭啊，没啊，啊稀饭就淀粉啊，哦哇，芋也是淀粉啊，天作之合，哦，来，好四个，吸一下口味，接下来就很简单，就蒸，所以这也可以先做好再冷冻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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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要时间到再拿来蒸就好了，丢。啊，妈妈，这个好就是水滚，哦，二十分，二十分钟就，二十分钟就好了。对，好，让我们稍等一下，二十分钟。二十分钟过了，我们来看看。哎，哦，哇，好香哦，芋头香，然后五香粉的香。对，嗯，而且那个我们里面那个包的狼咱呀秘密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哦，哇，感觉很高雅又很可爱。哎，紫色还蛮喜气。对啊，一种高雅的感觉啊。这个是海山酱。海山酱。桂林嘛，小心。红红的。红红的喜气这样。嗯。好，然后再点一点绿。NG 亮姐，对对对。哦，哎，这样真的蛮漂亮的。对啊，就是你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法，然后让它看起来好像宴客很厉害。对啊，其实说真的也没有做什么事情。有啦，还是有做啦。哦。这样子。哇。好。但是一道不够，我们还需要再一道。当然当然，一样一样简单的。我们来看看下一道是什么。满福玉白菜。哦哟，听起来很厉害。其实就是八饼加白菜。啊？八饼加白菜？那怎么搞吧？没有，因为其实哦，我跟你讲，很对，而且很简单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真的。嗯。首先，我们先来打八啊。八。对对对。八饼。八饼八饼。你知道为什么叫满福吗？满福宝，对啊，猪肉都是，哦，对啊，被我想到了你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不然为什么猪肉满福宝？对，可以啊，这一点来哈，那先该把它的那个粘性打出来，年轻人有年轻人取名字的方法，满福，不过这意境都是安尼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啦，真的，猪肉满福宝是因为这样取的吗？其实满福猪跟福的意思，它其实在以前就是这样，嗯吼。反正猪就是福气飞飞的嘛。对啊，过年看起来就很喜气啊。所以先加一点盐，让这个纤维溶出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会黏哦。我让它黏。这真紧了哈。我以前都不知道，还想说不要加盐。哎呀，想讲白。怕加盐出水。对。哎，想，结果错，有时候是这样，有时候不是。生肉的时候不是，炖煮的时候是。我你看，怕干盐哦。哦，出了。你把把西红柿这样一丝一丝。对对对对，这样就可以了哈。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下来胡椒粉，嗯，还有姜，对不对？其实对，其实这边的动作啊，它其实就跟妈妈我们在平常做八饼啊，嘿，很像。可是呢，我们今天有一个你想不到的秘密武器，是哦，真的很赞。什么我想不到的？但你有在，但在跟你讲，姜跟葱，对，好，而且黑莲，虾子哦，虾子，桂林妈吃较好诶。拌均匀，拌好哦，虾子要匀哦，不然人家有一个人吃好多虾，另外一个都没有虾。没啦，亲家卖过年吵架，亲家卖给搞。哦，对，下点酱油。酱油，这个是只是点个色而已，有个味道。对，接下来就是这个重要的撇步要来了。加水吗？哎，一般都加水。哦，我们今天不加水，我们今天你都啊，你买的那一组年菜里面啊，有一个那个什么佛跳墙。哦，佛跳墙。佛跳墙，大家都喜欢喝那个汤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今天就打佛跳墙的汤。
哦呦，好高档哦，打佛跳墙的汤。我跟你讲，没有很多，不然的话佛跳墙都没汤了。可是说真的，佛跳墙它就是一就是鲜味、啊。对啊，哎，你来宾个鲍鱼，有吧？有鲍鱼，有鱼皮。对啊。对不对？有辣子，香汤。哦呦，怎么你这样一打就觉得很好吃啊？对啊，哎，这个肉现在很舒服呢。嗯。他吃到那个高档的佛跳墙汤汁，对吗？对，而且香味。有不，香气马上不一样。本来是吹八遍啊，对对对，本来是一个无趣的八遍，现在有丰富的味道。现在瞬间都有点尊敬哦。佛跳墙肉饼，来，好台北问，因为赛好那个。好，因为我在想啊，就是，其实也是啦，我们都要打高汤嘛，对不对？有啊。那高汤现在有现成什么是高汤？只要不是白水都是。对啊。对啊，香气很重要啊。对。而且其实它这里面有很多猪肉，又有虾子，其实你不会那么明就吃不出来它是佛跳墙，对，但是很鲜。很鲜，它真的会很鲜。哦，所以我们要组装它了。好，而且佛跳墙跟白菜有很合。来，这边怎么组装呢？怎么组装呢？这个做法哈，妈妈给你真的很建议你学起来，就今年可以拿来吓人。吓人，嗯，好，我喜欢。来，我们这边哦，先这边要稍微把它切掉一点哦，这个再看顶。为什么要切掉呢？你甩嘞，我们要把中间的拿起来。中间拿起来。丢，你把它拿起来之后，它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碗。对，变成一个碗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肉填进去。放碗里哦。对。就这样哦。对啊。会不会太简单？我们就是要简单，我记得。人家困难的已经做完了啊，嗯、啊，我们当然在家里做简单、啊。可是看起来很厉害哎。我跟你讲，真的看起来很厉害。哦，这招不错，这招学起来，嗯，那个让我想到凤梨炒饭的意思。但是我们现在用白菜。丢。而且哦，来，注意看，甩不要那煮嘞。对啊，它这样子不会塌掉啊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啊，那个菜叶煮了就塌掉。你放心，来。这个怎么煮嘞？趴着煮啊！对，趴着煮。哦，你看，整个看起来，你放心，不会。哦，但都要趴稳嘛，肉也有粘性，它就会跟菜粘在一起。哦，啊，就算菜现在掉下来没有，它菜熟了之后它就趴下去。对啊，到时候你要就是整颗换成白玉白菜一样这样子上盘。哦，好像不错，是不是很厉害的感觉？没有，够够的。然后这边哦，妈妈，我们这边加那个，你是水或高汤都，你在这边大概加个300，哦，因为你买现在有水，哎，有水吼，可以给它搓，哎呀，更鲜。好，然后呢，等于现在蒸就对了。对啊，这边哦，就是用那中小火。哦，好。然后40分钟。哦，40分钟。然后到时候那个白菜哦，是痛的鬼啊。哦。然后加上里面的肉的鲜甜，以及我们那个刚那个佛跳墙那个汤汁哦。对对对。到时候全部都浓缩变到那个汤汁的精华。好，稍等一下。40分钟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白菜变怎样。比较哦，哇，好漂亮哦！你闻到闻到，哦，而且好鲜甜哦！哎，这道我一定要学起来。有没有？真的是非常香哦，非常香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要把菜铲，而且又漂亮，这样铲得出来吗？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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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会不会变形？哎，别，不会哈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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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，这太厉害了，这个应该在故宫摆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妈妈，咱过年就是要学这种的，真的，对啊，好厉害哦！然后接下来哦，敢惊死！不要，过年不能这样讲，呸！来，我先来试喝看这个。我不能喝，它一定很香甜。好，很好，我欣赏你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勾浓芡。勾浓芡。回淋。哦，这是餐厅大菜，餐厅大菜。哎，勾起来可没？这要煮一下比较好看。哦，对。哇，这是精华中的精华。对，精华中的精华都是肉汁。它已经是佛跳墙的汤汁，我们又再加上白菜甜跟里面的肉，哦，还有虾子。想加一点水，加一点水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香甜了。对，这香甜。我现在闻起来就是那种超高汤的味道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超高汤的味道。嗯，有没有？你有这种年菜端出去很有面子哦。刚刚哦，那个汤都有点勾勾。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胶质，胶质，因为肉还是有胶质。我试看味道。哦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，真的，这真的很厉害，不夸张，真的，真的，人家会加。
因为那个白菜的汁都在下面。其实我最喜欢吃那种白菜那种甜跟肉鲜，是，太好了。哦，就像呢。嗯。哦。来，淋回去。哦。对，我们把它淋上去。哇。然后再把这个摆上去。对。这个就不像这样，像画画一样。啊、对。样子。国画。哦，哎，就是。哦，所以有没有很高雅？好了，这样我们就有六道可以过年了。来来来，我看这道菜最困难的是找到大盘子。来来来，试吃。好，我们先吃芋头。芋头，好不好？先吃一口。这个如来如何？哦，你看这侧面有笋子，有没有？然后有酱。嗯，哎、欸，这芋笋很够味，所以那个。芋头的那个香气就被带起来，嗯 ，QQ 的，哦，还是骨溜吧，骨溜骨溜骨溜。啊，你那个搭到那个鸡胸肉，嗯，哎，一路没下吧，就没下吧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那个芋笋那个卡斯开始辣辣咬到，哦，骨点米，就是有那个鸡丝的甜味，但是又被芋头带动，就是不没下，然后再有一个口感就是脆那个芋笋，嗯，然后又够味，够味啊，是辣辣的。其实你不加酱，你直接吃酱也行，对对对，对啊，对，胡椒哈，那是蛮简单的。串签包一包啊，都现在看起厉害啊。嗯，那、啊、接下来要吃哪道？白菜啊，白菜啊、哦，有虾子有没有？虾子在这里，然后白菜，哦，这一定好吃的了。嗯嗯，好鲜美。嗯，我也但是佛跳墙汤汁里比较，它整个甜味加倍。而且白菜的汤汁就进到那个肉里面，哦，好吃。哎，没想到用这一招，而且刚刚还在聊说，如果家里没有这么大的盘子怎么办？你可以把白菜变小，把外面的拔掉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是拔里面的嘛，对对对，把拔掉外面，反过来就变成可以放得下。你要不要来点补一点那个汁？在北菜呢，就后街。哎，点一点这个汁，这个汁赞。那因为刚好加虾仁，所以还有那个海的鲜味。对哦。嗯嗯，后加。这两道我们可以自己做，哎，看就厉害了，对。那么哥，好吃哦！来，我觉得下一道我们先吃佛跳墙。你没有人在家做啦，一定要买了，对不对？你若在家做佛跳墙的话，那你就师傅等级啦。没有，我说佛跳墙它真的很麻烦，因为你所有的料都要炸，要准备，你十几样全部都要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吃这个。你给我淋汤。我想要吃那个炸的鸟蛋。你不喝喝看那个汤，那个汤就是刚刚芋头哦，对对对，我们刚刚用来做那个，用来做白菜的。啊、你来，那我帮你盛。你要吃什么？我龙虎，我龙虎。你要猪肚哎，猪肚。这是什么？哎，白骨。白骨哦。哦，红肘哦，真多啊。你要红枣吗？佛跳墙吃的乐趣就在这。你要什么？辣鸡好不好？辣鸡好，龙虎，我帮你得好，我帮你得。还有什么鲍鱼好不好？鲍鱼好。你看佛跳墙乐趣就是在捞料，那像我喜欢吃芋头，其实佛跳墙芋头要炸过，对不对？不要自己炸，买了就好了。哦，你喝那个汤，有逼，嗯，有逼，就是我觉得它味道很浓郁，嗯，可是它不会浓到哦，让你觉得会 A 味。哎，这味道怎调得很好？不错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嗯，那味道很好，嗯，那。下一道要吃什么呢？我想吃那个肚蹄膀了。哎，这个也有栗子哎。嗯。你不要开玩笑，这料很好哎，香菇哎。我不说蹄膀，光这旁边的配菜这么高档。那个是要慢慢炖，那炖很久。哎，好吃。不行哦。一般蹄膀就损失就算，它还有栗子。其实讲到蹄膀，我一定要。还有高档的香菇，这么厚。我吃了一块皮，你好吃。嗯，好，加一口汤。哦，太满足了。对吧？喝个鸡汤。也是很单纯，生鸡汤。对，就是原料用的好，然后慢慢煮，嗯、然后它该有的味道就这样。对对对。还有今后啊，嗯，啊，我觉得过年哈，妈妈难得起，难的麻烦的。
别人来处理。对哦。啊，简单呢。看起来厉害耶，咱处理。对。看起来。对不对？好好好。哇，新年快乐啊！提早拜早年啊！这年菜做得好啊！谢谢谢谢。对对对对，赶快学起来这两道哦。那我家里今年可能就这个四道，再加个两道过年。OK。你也可以很轻松过年，妈妈不要那么累。好，嗯，新年快乐哦！酸菜汤面，我觉得汤面最重要的还是汤底的部分。酸菜酱炒过之后，香气完全出来，整个又升华上了。那我们要让这个汤的味道更加的升级起来。啊，雪里红啊！丢啊！哇，赞！这个肉一定要放很多，真的。那我的面也差不多五分钟，好快啊！对啊，嗯，这雪菜加的棒，所以它这边微微酸、微微咸、微微辣、微微，然后就很像有那种高汤的那个味道，非常好。